接下来介绍这位可爱古锥。对，非常的古锥，非常的有人缘哦。歌声我咧非常的赞。来，看到头前面的粉丝就知影讲，大家要来看董玉君了哈。来，热烈欢迎，欢迎董玉君。谢谢。在底下，你看这么会压个卡贼，大家压个卡累积，你看看，表示我们这个玉君的人气非常的旺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谢谢。你俩给你怕跑话不语，你俩跟你们讲对不对？大家一点都不对。玉君本人比较可爱，还是电视上看起来比较可爱？都可爱，都可爱哦。哎呦，你搞恭维，嘴巴怎么这么甜？还好你不是问本人比较高，还是电视比较高？不会啦，有关身高这个问题，我们不会在台上问的。OK 啊。对。那两个金呢？代表我代表顺天宫讲过的。哦。啊，不亏啊，来谢谢。安尼顺天宫哦，咱也未去博着发财金哦，博咱的啊平安股哦，赶紧去博啊。你今仔日若博着，今年开始拢赚大钱，钱大赚啊，我你有钱赚啊，来，踊跃来抢股。安尼扫落去，我为各位带来第二首轻快的歌曲《心间歌》咯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轻快的歌曲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可以边吃冰边听我唱的两首。大家那么远还来这里，让他们然后拿一下，先生一定要小心安全。
然后你家马被叫回来，稍微才能庆祝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大家身体都能够健康快乐，然后幸福美满。哦，哥哥，哟，你的唱歌我唔爱听，改乱啦。啊，安尼哦，啊，你个底下大家他一直讲话。我底下改更多，我代表顺天宫啊讲话。是。啊，这在这剩一班尔咧。哎，我当然剩一班，你这尔咧。哎，下次哦。嘿。五箱好不好？遵命。下一处了，三月农历三月二号了，哈、啊，那你大家不给点了？啊，带五袋哈，五袋叠起来都比我本人高。好啦，反正今天来到我家了哈，今来到咱大家了。是。啊，就来到咱顺天宫，这是家己的所在。是。哦，你也较骨力嘞。好。哦，你都心念苍龙。好。你的歌温度很温好，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，咱卖唱啊，伊是娱乐啊，哎，伊继续讲，我感觉安尼较顺听。哦，我同意进来，先叫我翕相咧。哦，我想想，我牵手要创哪个，结果翕相。而且恁两个这种默契，拢穿紫色的，不妨我来后边听好啊。恁两个徛伫遐都一对安尼哦，看这个画面，看了给我好看哦。赶快，赶快啦，红色系，老妹穿早镜。你今日去喏。加的粉丝啊，哈，加上面粉丝啊，谢谢。阿姨告包你，包，没你们这么包，加粉丝啊，粉丝一个包三千了哈，无啦，唔当啦，专辑加买三张就好啦，有，因那包三千吼，我是要对因回去，还是要甲因说嗨？啊，嗨喽，嗨喽，附送签名照一张啊，你等于啥？你忙个对因回去。
电灯会用这十一点带你吃宵夜，那十一点带你一点两点，那分到天光都。哦，那吃不完呢。有。爸爸会跟我讲卡。对，维持一下身材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好身材。莫老公要跟我坐回去啦。当面话讲，还袂得动。当面话，你要坐回去。对，等下咱到家啦吼，叫啥等下吃哦嘞，山顶海边。哟，那顶下去。哎呀，以后我帮你吃，啊你帮我吃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你我那会当哦。哟。那你要帮我安排要走嘞？啊，我帮你安排，无问题。嘿，你哥哥要走啊？啊。当苗蛋来要要走，压在三人才能压。你阿你走了。对，无，伊叫我甲介绍讲，伊是谢金燕伊妹妹。我说谢谢你。谢谢娘，谢谢。这个重点哦，咱的顺天宫的咱的发财金哦，啊，佮咱的啊平安菇，哦，较紧去拨下，拨有得，敢赢到到我一招。阮同意金无去拨，赢伊迄群哦，会对心肝发唔得。本来这种机会，这机会你有白人啊？对啦，我是讲你无去拨，你佮无去拨。我甲你讲，你直接唱歌，我即马来拨啦。啊，唔当唔当唔当，你不要冲动。你不要冲动。好了，够你笑了。因为这么多人，我伫遐听你的歌声了。对，是是。啊，我可以当乌白唱。好呀。你可以拍我啊。哪位啊？你爱听我正经唱还是乌白唱？大家一定讲乌白唱。乌白唱。要准备唱歪的吗？你唱歪歌吗？今仔日哦，你来到坐这台圣雅快车来到顺天宫这吼，你会当一定足顺利。谢谢。一帆风顺，一本万利。对，谢谢。永远只青春。好。哦，安尼好不？新冠啦，新冠看见我的新冠，永远都做青春。来啦，啊，今仔来要带来什么？你千万莫问我，因为咱拄只讲遐尼长的话了，我已经袂记，我就三条牌在看。老师要下歌了啊！董玉君好可爱哦，忘记了啦，什么歌？Yeah.
们就安排。